楞严经一贯，一六二二，下星期呢，要要带这个楞严经讲义过来。楞严经讲义，带楞严经讲义就好。那么今天跟明天呢，我们呢、啊，要讲到一个段落，啊，一个段落。 那么首先呢，欢迎啊，天津啊，还有北京的居士啊，来参加这个楞严经的课程。上课期间呢，要保持安静啊，遵守佛陀的戒规，一定要保持安静。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一六二二，《楞严经》义观第三会。啊，我们前面呢讲了这个楞严咒。 讲两会，今天呢，我们讲第三会，看咒语。南无佛耶，诸那佛耶，阿齐尼佛耶，乌托迦佛耶，比萨佛耶，舍多那佛耶，我那卓杰来佛耶，陀舍差佛耶，阿斯尼佛耶。 恶加乃民之主，彼耶多罗尼母咪坚波切波多婆耶，乌那迦波多婆耶，那耶是贪沙婆耶，那切婆耶，比调贪婆耶，苏不奈罗婆耶。看挂图的中文：王难、贼难、火难。 水难、毒难、刀杖难、兵难，兵难就是战争了。饥馑、饥难，暴难那就下冰雹了。非时时就是恨死啊，非时难。地动难就是地震呢、啊。险路难。 王行罚难、龙难、电难、金翅鸟难。一六二三注释：哪一首破 n 哪一首就是王？破耶就是难，合起来就是王难，也就是受王逼迫之难。比如说啊，碰到了暴君所迫。 主乃破耶。就是贼难，受人呢、啊、偷窃洗劫之难。那么，如果你家、啊、常常碰到这个、啊，有一个那天报道的说，有一个人呐、啊，两个月被偷了五次，同一家被偷了五次，啊，这个就是受人偷窃洗劫之难啊。 阿耆、啊、尼婆耶就是火难，乌特加婆耶就是水难，堕水或者是遇到洪水之难。啊，像澳大利亚现在、啊、正在西西南角、西北角那边呢、啊，正在做大水灾啊。比萨婆耶毒难，为人毒害啊，或者是如现代啊，啊，生化的战争是遇到。 啊！敌人呢、啊，释放放这个毒气，啊，这个就是毒难，为人毒害呀、啊。十杀多难破耶，就是刀杖难；翻过来，本来这劫难破耶，就是兵难；偷食这破耶，就是饥馑难,难，也就是饥荒啊。比如说。 啊，沙漠地带啦，或者是没有下雨的地方啦，那么没有雨，当然就没办法栽种啊，那么没有办法啊种植植物的话，那么人们就会饿肚子了，这个就是饥馑难，闹饥荒啊。奥、啊、斯尼坡耶就是暴难，冰雹下这个冰雹。 啊，有的人看过了下这个雪呀、啊，啊，那个是雪，那个冰雹不一样，啊，下冰雹啊不一定是在很寒冷的地方，啊，它温度啊不是像南极或者是北极那么高的地方在下这个冰雹呢。啊，那个有的冰雹是很大的，下来的话会砸伤人的，啊，阿姜 i 迷你主播也。 啊，叫阿迦那，啊、加就是非死；弥勒祖就是死，合起来就是非死死，就是恨死。也许意思就是以种种因缘，不应该死而死，啊，谓之非死死难。我们称为冤枉死。那么台湾人公翁西霞，啊，不应该死而死寿命还没有终。 终了，那就死了，就会冤枉死。啊，所以我们在佩戴这个咒轮呢、啊，啊，就会很感应，啊，就会避免这个不应当死而死哎、啊啊，日子还没到啊。多罗尼布咪坚波切波多波耶，多罗尼布咪啊，就是接地也，坚、啊、波就是动，哎、啊，那么合起来就地动之难，就是地震啊。 像日本的三一一呀，啊，台湾的九二一呀，对不对？那么日本的二零一一年的三月十一号啊，那七点多，啊，那么听说引起了海啸啊，死了好几万人呐。无奈加坡耶坡耶，无奈加坡多坡耶，就是显露难。 啊，这个地方一个学佛的弟子最好不要这个险路呢，无论是区域性的，或者就是特殊的地形的，太陡、太峭的、太危险的，最主要在路上要碰到了啊，这个恶人战争呢、啊，啊，那么就就不好。像以有一次呢，两个这个。 摄影家到了，来到了非洲。那么这个非洲呢，有有的人他拥，私人拥有武器啊，私人拥有这个武器呢，就到处抢。后来啊，跑到一个学校去抢，跑到学校去抢的时候呢，那个校长啊，因为那个非洲都讲教英文的，那么他们学校不是很大。 盖起来这个学校就是一层楼，但是孔斯拉布的算是也不错，有水泥的，啊，非洲这样的教室算是不错了，不是很发达的地方。然后就大概一百多个学生啊，他从六年级的学生呢、啊，啊，五年级呢，就台湾这样子的制度这样子，还有一个最小的五五六岁的，五六岁好几个五六岁的，那拿枪的、啊、这个非洲的黑人呐、啊。 拿这个枪啊，要到处抢，抢什么？抢粮食啊，抢衣服啦、啊，或者能抢的通通抢。就给这冲到这个学校去啊，冲到学校去，刚好有那个两位外国的摄影师来看他，又把他摄影。那残忍到什么程度？那摄影师躲在后面，那也不敢出来，通通有枪了、啊。只要看到的就要开枪。那个校长啊。 了解这个严重性，这个校长啊就告诉学生了、啊，就是 “run”，跑的意思，赶快赶快跑。那高年级的听得懂啊，那五六岁的小朋友哪听得懂？叫你跑是什么意思啊？他还不知道。高年级的人听得懂，就开始一直跑了。结果那十几个土匪啊，就看到人全部开枪，连那个五岁的小朋友通通不放过。 一个都不放过。那听到枪声的时候啊，很多的母亲呢、啊，因为有有过经验了、啊，哇，就赶快冲到这个学校呢，要把孩子带走。他的母亲不来这里，来照样开枪。那个高年级的跑了三四十个，他们那个把所有的学校的能抢的通通抢完，粮食的、啊、锅碗瓢盆能抢的通通抢完，结果死了六十几个。 六十几个，那我们就会知道说，人的这个心啊，可以学佛像佛陀。如果一个人呢、啊、不懂得因果，不学佛，你看，连那个小孩子五岁都不放过，他跟你有什么冤仇呢？而且是开枪打了，打死了六七十个人，那个尸体一拖出来，整排通通是，通通是小朋友。 你就知道，人啊，心可以作佛，无量大慈大悲，也可以作魔。那、嗯、个手握长枪，打死的是自己的同胞，只是为了那一点点的财产，而且去抢学校也没什么钱呐、啊，能抢的通通抢，石油啊，就是饭呐、啊，米饭呐、啊，粮食啊，能抢的通通抢啊。 好像蝗虫过境啊，通通收割，全部收割完毕。那后来啊，没有听到枪声了、啊，剩下二三十个高年级的跑回来，那底下的不会跑的通通打死。那你就知道，举这个例子，这个所以常常有人讲说啊，师傅你传我来回去我供你改气就好。因为啊，师傅这个自信很发达，到现在为止我都还在上课。 看哪一个地区，哪一个地区呀、啊？没有兵变呐、啊、危险的地方啊！如果要带大家出国去走一走，那就一定要选择一个啊安和乐利的、祥和的地方，没有险难的地方啊。但是这个人也很难去测度了。有的人在台湾没死，在台湾没死，跑到纽西兰去流血。这纽西兰流血，刚好住在哪里呢？要住在基督城，住在基督城。 哎，基督镇，啊，去的时候刚好碰到大地震，哎，这人哦，这这个因缘果报啊，还还没办法去用算的，哎，你要在哪里发生什么事情啊，还都不晓得。随着业力而转的众生就是这样子。底下这奈萨坦扎破耶就是王行罚难，就是监禁了、严刑拷打、抄家灭族了。 流放了、啊，割残身体了、啊，贩卖为奴了、啊，啊，财产充公了、啊。贩卖为奴的还好了、啊、是像以前有的人呢、啊，就把他卖到妓女户去，啊，小小的才十岁、十一二十岁就把他卖到那个地方，等到大了就去接客，啊，这个世界呢，什么残忍的事情都会发生。拿起婆耶就是容难，比掉贪婆耶就是。 电难啊，就是打雷了。哎，美国有一个很衰很衰的啊，很衰的。哎、嗯，他呀，他晚上还在走路的时候，哎，天气都还好，不是说那个走过来，然后往右边走，才转一个向道，往右边走，那个闪电刚好打到他，他昏倒了，趴趴在那个地方。 经过了大概几分钟，又醒过来，啊，然后又走几步，又闪电，又刚好击中他。这全世界最衰的男人，两次都打到。有的人活了六十岁啊，都啊，最好不要讲啊,啊，讲了以后，要不就闪电就刚好打到你。他那全世界衰的啊，啊,啊，就是最倒霉的了哈，最倒霉的。哎，苏布奈诺婆耶。 也就是金翅鸟难啊，大鹏金翅鸟这个在我们目前来讲是类似一种神话了，展开翅膀啊几万公里，这个目前这个也是经典看得到，那但是我们实际的鸟没那么大啊。那大鹏金翅鸟旷野鬼神众，那么《易观》第一百七十九句到一百九十四句就是吹破一切诸恶难，这个楞严咒有多大的功德呢？ 能够吹破一切诸恶难，吹破亡难，吹破贼难，吹破火难，吹破水难，啊，毒难、刀杖难、兵难、机馑难，吹破暴难、飞石石难、地震难、险路难、王行难，吹破龙难、电难、金翅鸟难，令度一切恶难。按照“吹破”一词，在下面两段后面啊。 方会出现本段以及下两段，只列出所要摧破的对象，就像点名啊，仍然不动声色，然后啊一举而破灭之。底下，要则见来？乐则失见那哟，比力多见那见不多见那哟，酒判度见不丹那见那哟，家者不丹那见 十天道尽了，阿婆是无奈尽了，无贪无哦，尽了，超越哦，了，里离菩提尽哦，念一下：碎罗刹啊，水，恶鬼，水，大精气，反过来，水，大生鬼，水。 凤行鬼睡臭恶鬼睡奇臭恶鬼睡鸠摩罗童子睡羊癫疯鬼睡狂鬼睡啊，然后影影鬼睡阴谋鬼祟，这个祟呢，就是鬼神所引起的灾难，叫做祟。 妖邪进来哦，进 <noise> 就是睡，所谓的睡者，就是作睡，脑害的意思，期货缠身或者是附身，这个台湾就很多了。啊，只要是华人的地方啊，大部分都离不开神坛呐、啊，什么王母娘娘、老母娘娘啊，这些啊，孙悟空、玉皇大帝啊，只要是华人的世界，你到新加坡去看也是一样，有的人拜这个孙悟空。 哎，到新加坡去也是一样啊。或者你到马来西亚去，只要华人的地方，还是要到美国去，还是有神坛。尤其到东南亚泰国去，也是有神坛。嗯，所以这个附身呢、啊，是包括全世界，包括英国或者是美国，都相信这种东西。 或者入人之身，常住在身内，或时处时入，或在身表，或在左右，或时来时去，而作种种恼害，破坏修行，或者诸善事好事，令不成就。然而之所以会招引鬼神来扰者，除了术士的业力，还有术士的灾殃啊，宿殃。 二业缘以及业结外，常常是由于行者或者身或者心或者行为或者语言或者思想之见不清净，或者是不正确，以自身心不清净不正故，才会招来啊招引外来的秽物。那么诸位，如果你持戒清净啊，这种事就不会碰到。事故建立的任何道场，首先呢净道场，洒净结界，然后自身心。 吸，全力互进，一定要使三口意完全清净。所以有的人讲说奇怪，我自己念了怎么没感应啊？啊，有时候来给加持，师傅给加持一下呢，也有时候反而力道比较大。答案是为什么？很简单，自己的念的力道不够啊，戒名迟，经教不通，心性也也也不通啊，也没有悟，所以自己的力道不够大。因此呢，如果你想。 自己产生力道大，心就要定。那心要定，当然是要先持戒了，持戒了再来定，再来就是产生智慧，用这个戒定会啊，这个圆满的三业呢，来持咒，那力道就会很大。底下啊，所以要护净，全力的护净，不使身心内外有任何的。 染污垢秽，当然就是要持戒清净了。戒为无上菩提本嘛，应当一心持净戒嘛。罗是就不与秽物相应了，所以会招感鬼神的，大部分都是身不净、口不净、意不净，才会碰到这种事情。那么即可远离，如果你持戒清净呢，就可以远离秽物的恼害。反过来，如果不努力护净，身净、已净啊，意净。 那么，身口业都不净，那么则善鬼神以及护法就会远离你。每天所做非法，然后伤害众生、残害啊，无量无边众生，伤害彼此，口业不清净，那么善神就会越越来就会越远离你。频率不相同，啊，完全跟我们善良的频率不相同，啊，所以、啊、皈依的人就有皈依佛门的人。 啊，头顶就有三十六种善神来保护你。三十六种善神，那么三十六种善神呢？开始就三十六个啊、哦。今天归，今天有三十六个、哦，敢开始来了，戒律不清净了、啊。今天造一点恶业、啊，到明天再造一点恶业了，到最后一个善神都没有，有皈依等于没有皈依啊？为什么都不清净呢？啊，所以啊。 皈依已经很难得了，那么我们生活亦保持清净，让这些善神啊来保，永远来拥护我们。所以呀、啊，啊佛所致敬的啊戒律啊，千万不可以违反。以不堪其误会故啊，所以善鬼神及护法便会远离。以不堪其误会故，善鬼神护法即远离，行者就没有人守护，那么恶鬼神自然得变。 随机来扰害，这种种流浪是故修行者须特别在意护净之事。啊，这个护净就是三口、三三口业、三业要清净。罗刹世间呢，就是罗刹岁啊，岁就是因为罗刹而引起的，啊，灾难叫做罗刹岁，比利多金呢、哦，就是恶鬼岁，比舍之金呢、哦，就是。 但精气鬼祟，这个要稍微出家人要注意，在家人要好好的注意听。这常听有人以行淫时兴奋过度，泄精不止而死，也就是所谓的脱阳啊而死。那么这不一定，当然是指男众而言，女众也会泄精气不止而死的。 如果依佛所说的，这多半是被啖精气鬼啊吃掉精气而死亡。之所以如此呢，通常是是此男女必有犯邪淫之过。所谓邪淫，除了是婚外行淫之外，纵使是夫妻啊，若于非时，非时就是不是时候，非处地点不对，非道大便道口道。 不是行营之处，在座诸位，我们看过律学上他的注解，通常一讲到非时还有非处行影来来讲解这个邪影就够了。他这里也多了一个非道，其实这个道古来的解释是道跟处是一个意思的，这个从以前。 能住这个注解，非处这个处，他说地点不对，啊，地点不对，啊，那么大部分都是在家家里啊，或者是啊，或者是比较幽暗的地方啊，哪里的事嘛，这个就是比较隐秘一点，啊，很少人说啊，他敢公开啊，做这个呃不伦的事情啊，不雅的事事情啊，啊，这个，所以后来的戒师律师就很少去讨论到这个非处。 地点不对，后来就飞出跟飞到，答案是一样，就是用飞时就是时间不对，虽然是夫妻时间不对也不行，啊，是不是已经已经讲过了啊？ 啊，婚前呢也也不可以啊，那么生理期也不可以，产前产后不可以，佛菩萨圣诞的不可以，初一十五也不好，再来父亲的忌日不好，沙尘暴的日子不可以，下雨的天不可以，暴风雨的地方也不可以，太热的天气也不可以，太冷的天气也不行，所以这个飞石啊有一定的啊约束力。 列数只是为了传宗接代了、啊，啊，不必把它搞得那么复杂，叫做非时不隐啊。那么非到呢，啊，比如说啊，那、这个老婆呢，哎，这个大腹便便，大腹便便。那么，比如说七八个七八个月的不能行眼，那么这个男男子呢就欲望啊太太强，那太强呢，那老婆也怕怕去他去外面呢、啊、偷吃啊，就方便一下。 啊，就用手啊，或者是口道啊、行淫啊，啊，这个在佛的戒律里面是不行的，是不行的啊。如果你有心要修行，应当以道为尊贵啊，应当以法为乐，不应当以这个世间的哪里为快乐，为快乐啊。 所以啊，我都劝导这些男众或者是女众啊，如果欲望不容易控制，要发心的做义工，或者是每天呢、啊、跑五千公尺啊，营养啊不要太过剩，刚刚好就好，一定要运动，啊，气不顺的一定要看医生，让他调整一下，这样对这个欲心他就不会那么的强啊，造的业啊就会停止底下，所以非时非处非道啊。 那么飞道就是大便道啊啊，那么口道行之都属于邪淫。依佛法而言，对夫妻夫妇之伦也有专司啊，那么专门夫夫妇的敦伦之事的善鬼神，而且守护他啊，就是两个人都有正常的啊正当的夫妻的敦伦，那么也会得到上神的保护。 啊，如果说、呃、丈夫啊、老婆啊行为都不检点啊，你玩你的，我我教我的，那那么是善神就不拥护，以及是行为正当的人道够吗？喻鬼神也护持之，这是他们的职司。翻过来一六二八，28, 但是如果所行是邪淫，比则喻善鬼神便不以守护，因而恶鬼神啊即得其变。 也有佛经上说，人的精气共有十滴啊，当然这个讲的跟医学上有一点落差了。一般人如果失去一滴，就身心疲倦怠了；如果失去两滴，就生病了；如果失去三滴，就是大病了。诶、哎，所以你看看那个那个男的，诶、哎，躺在那个医院里面，你去看,看，没你的，搞讲，嗯，你是去三地哦。 啊，串一直就窜来窜来然后，哎，啊，来要等开你个，嗯，你是已经失去四滴了，落实四滴及时啊。哟，吸血鬼也是属于披食者鬼的一种，此等诸鬼啊，皆以淡然之精血而活，或者在，或者是人呢、啊，在仙的时候变得淡之啊，或者在梦中啊，或者令梦男女啊交合而淡之啊。 这个是修行人精进时梦遗之所以，溪流一焉。不过在这里啊啊，我们有请教过广化律师啊，又有有,有这个比丘啊，因为他啊膀胱不好或者经门不好，然后就有说哎，他会也没有这个动念，也没有动念啊，那么就是呃、啊、就是有有排排出来啊，类似梦遗那种出来啊，那个比丘很忏悔啊，就。 就去跟广化律师啊求忏悔啊！我昨天呢、啊，也呃这个有梦遗啊，类似梦魇啊，律师就问他：你有在梦境里面有没有去想到哪里的事儿啊？他说没有嘞，醒过来他就自然这样。那广化律师那就就不犯，哎，他这样并没有犯戒啊。那如果说有难梦境有梦到哪里呢？应当好好的责备自己的心，要好好的求忏悔。 何以、啊、我们梦到的不是佛菩萨呢，怎么梦到了这些不三不四的影像呢？那么就是这辈子造了太多的男女了，这个影像洗不掉、除不掉，连在晚上梦境都都梦到这个境界。所以由梦境就可以给自己的修行打分数。如果你常常梦到月亮，这个就是快开悟的时刻；如果你常常梦到诸佛菩萨， 很高大，那就表示你的善根非常的深厚。然后，如果你常常梦到了这个这个恶鬼，或者梦到坟墓，那个就不好了，哎，就不好了。所以啊，从梦境里面呢，可以反思一个人的善业和恶业。须留意焉，盖必有不如法事，或不知不敬事啊。所以说，十滴血成一滴精啊。 十滴精，这一滴水。前面说的是十滴精者，也就是指精髓而言。在座诸位，一个我们那个同学，台大医科的啊，他也是建中毕业的。那台大医科的来就,就来来到师傅的这个地方啊，就跟师傅谈到这个，这这就是这一句啊，他说。 我是台大医科毕业的老同学，我告诉你，这个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这十滴血成一滴精，十滴精成一滴水，这个在医学来讲是没有这样讲的啊。他、哦、是台大医科的，那么他有这样附带的说明，这个，那么我就告诉你，就看一看，参考一下就可以。不多接纳就是大声鬼祟。 九盘土进来哦，就望形鬼啊，又一做守守做守护女女宫鬼，或者是冬瓜鬼啊，其形如瓮，像冬瓜或者像阴囊，以淡人精气。或啊，或许此鬼为淡女人精气者，以其所在妇女宫外故啊。 而前面的这个披萨者，的但难经者，不丹那金来哦，就是臭恶鬼祟，啊，此为恶鬼中福报最盛的，加者不丹那金来哦，就是奇臭恶鬼祟，奇臭恶鬼祟。这个啊，有时候你还不得不相信。有一次。 我们去一个坛，就是拜神的地方。拜神的地方，那个神呢，常常就会来恶鬼来附附身。在我一走过去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家，你就闻到他身上有一种奇臭，不会讲的那种恶臭，在别人身上就是闻不到。所以我看到这一段，我也很惊吓。惊吓！你看他，我问他你有没有洗澡啊？有洗过澡了。 哎，他就是有种味道，不会讲，所以哈、哦，这块呢，他卖盖修高差的，啊，进来哇点力的，做麻烦呢，哎，这个奇臭恶鬼啊，啊，十千多进来哦，就是鸠摩罗童子睡，阿波西波来进来哦，就是羊癫疯鬼睡，又做羊头鬼睡，乌特摩多进来令人。 疯狂鬼祟，俩狂啊，抓狂啊，哎，所以你常常抓狂，可能也着了这个疯狂鬼祟。彻夜接难哦，彻夜就阴或者是阴影接难哦，就是睡合起来就是阴影鬼祟。犀里波特接难啊就是阴声鬼祟。一罐一百一百九十五 g 到两百零七 g 就破出要差祟。 破除罗刹祟，破除恶鬼祟，破除啖精气鬼祟、大声鬼祟、妄行鬼祟、臭恶鬼祟、奇臭恶鬼祟、鸠摩罗童子祟啊！破除阳颠风祟、鬼祟、令人疯狂鬼祟、阴影鬼祟、阴声鬼祟，以及一切鬼神等祟害。所以，在这诸位，你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咒轮带好。哎，现在徒弟很乖了。 我跟他讲，带一个不够力，一几百人刮啥是一样，也不是很重哈，对对不对？也带三颗四粒，要对不对？那个也没有什么啊。有一种情形啊，有一种情形啊，我我在教大家，如果你是单身啊，我告诉你，你很想往生，那就按照我这样来做，每天呢、啊、在睡觉的时候就一定会啊。 鬼面也不会来压你，你命中你和往生。我告诉你，你去买一条很干净的这个被被被被里面呢，里面呢被的里面铺上往生被，往生被，往生被其实就是陀罗尼被啊，那个无量的消灾解难的力量。四个角缝上咒轮，咒轮呢、哦，咒轮就是那个房间呢不能有夫妻啊，还有这个床铺呢也这个这个盖的被子也不能。 给小朋友，小朋友你，你你睡醒的时候就尿尿啊，然后就把被被夹在他的两腿中间啊，那个对佛不敬的。同时一定要白天睡醒的时候一定要收起来，就是简单讲，就是所有的棉被都盖好了，最后再铺上那一件，四个角落缝四个皱了，中间缝上网身被，记得房间要完全干净的是。 单身的，还在做注意，还不能放屁哦。那你要，你要记得要看看，衡量一下。那你这个，你在睡觉的时候，这个每天接触这个皱纹了，而且是棉被通通盖好的时候，有的人也可以把它缝在背背上。这个背背啊，啊，到晚上是可以粘上去的，用那个哈，哎，套上去的，咚咚哎，套上去的，白天的也可以撕起来。 那个不能给小朋友碰到，不能踩到。你用这样接触，病苦会没有，什么灾难都没有。哎，如果你发高烧，也用这样子，四个角落缝，四个皱人，中间再缝一个往身被。记得那一件要绝对干净的，就是你白天一定要收起来，不可以给任何人，而且要收到很恭敬的地方，像。 佛佛龛的底下、啊、摆好啊，那个绝对不能说随随便便啊，放在哪里哪个不干净的橱子里面，完全跟经典一样的供养那晚上你就可以盖。你师傅，这个可以盖吗？可以呀、啊。你晚上要睡觉有盖被被啊？对啊，那就是往生被，就是要盖的吗？傻瓜。哎，就是一个被嘛，就是可以的，活人也可以啊。一般人认为是往生被啊，其实真正的名字是陀罗尼被，是咒语的被。 并不是往生人在用的，所以这个要分清楚啊。往生贝是后来人针对亡者才叫做往生贝，其实它的真正名字叫做陀螺灵贝，也就是咒轮的贝。这个咒轮贝，只要在店面流通的，通通经过师傅加持才拿拿下去清 啊，请下去给流通的。那么，所有的流通往生币的钱，师父全部拿去印楞严经。师父没有任何的私心啊，就是这样子。简单讲，就是替亡者啊做一点功德，回向给他们。以下一六三零，30, 今晚，色多何里南，杰波何里南，卢蒂南何里南，芒色何里南，o 多何 d 南，摩色何里南，色多何里尼，比多何里南，比多何 ho 波 i dan 阿斯托罗尼尼，智多罗尼尼，第萨婆吉那何兰。看底下，食生气鬼、食胎鬼、食血鬼、食肉鬼、食脂鬼啊！食脂鬼就专门吃脂肪的了。食水鬼哦，像骨头刷蹭一样，像骨气刷蹭一样，就、啊、是食水鬼啊！是什么鬼？你们想到的，它都通有十分鬼。食粪鬼啊，里面那个大便的都有鬼在吃的。 大便的现在的鬼比较没有福报，在乡下的鬼比较有福报。我们那个领出粮那个鬼哈、哦、啊，就很有福报的。为什么？以前啊？食物回去，小时候回去的时候，都是钉那个板子，两块板子站上去的，会显嘛，还会震动哦。哎，看哇，你红色、黄色的啊，大小便你都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鬼就可以吃得到。我们现在呢，一一一放的时候，那个就就化粪的，就就就。就就 化掉了，所以现在的鬼啊，大概在城市里面吃不到这些粪便，在乡村还可以看得到石粪鬼，多好的呢！叫做石寿命鬼啊，慢慢慢慢让让你的这个寿命啊减短啊。再来就是石墨鬼，墨就其实就是我们啊口口水的意思了啊啊，就是泡沫啦，口水啦，石出鬼。 出就是呕吐，你在呕吐，在诸位，如果你胃不好，常常呕吐的，常常呕吐，那么呕吐出来的那个鬼也很欢，很欢喜，哎，食不敬鬼，食心鬼，如是众等一切啊，遂神众，是多活力丹生气，也就是活力丹就是食，简单讲就食生气，则就是食生气鬼接下来。 呃，吉布合力呢，的食胎鬼，胎就胎胞，就是女人在生产的时候啊，啊，女人在生产的时候啊，啊，或者是出胎呀、啊，都有这鬼神吃她的血啊，吃她的胎呀、啊。那么，陆迪南合力呢，食血鬼啊，有的呢，鬼神喜欢用血来祭祀啊。比如说台湾呢、啊，以前不是都有杀鸡吗？还要用活的鸡呀、啊，对不对？啊，活的鸡呀、啊。 食血鬼、盲沙、何的男就是食肉鬼肉；那么弥陀何的男就是、食脂鬼，就是脂肪；摩诃何的男、摩斯何的男就是食水鬼，就是、水；十多何的呢就是粪鬼，就粪；十比多何的男就是寿命鬼，寿命；那么比多何的男就是魔鬼；摩多何的男就是呕吐鬼。啊哟，食风！ 鬼啊！一六三二阿特或利尼食不尽者，盖食夜间啊！所以呢，你们这个这个这个女众啊，或者男众啊，如果有不进出啊，要赶快去换衣服啊啊！然后呢，赶快呀、啊，把它换了，把它整理干净。那么这个印光大师说啊啊，女人呢有这个夜市啊，那么这个是。 呃，大自然的很自然的现象也不必感觉特殊，啊，你只要常常惯习呀、啊，啊，那么就就可以，也可以上早晚殿大殿。这个英光大师讲的，如果那一天呢，第二天、第三天呢，量就比较多一点的时候呢，那么就暂时休息一下，啊，休息一下。那么休息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坐的，或者是如果真的很严重，躺着也可以默念佛号，啊，不影响你的修行，在、啊、因为。 啊，女重嘛、啊，业障比较重啊，这辈子出生啊，变成这个生理期呀、啊，有的人很麻烦啊。那么有有的人就服报比较，他就是四季型的，春夏秋冬啊，四个月啊才来一次的那个就会比较轻松一点啊啊，有的很早就转男人了、啊，一滴也没有啊，那么就真的就,就,就不晓得这个算好还是不好。 所以这个女人呢,呢，这个夜市呢、啊，这个是很正常，大自然的自然的现象啊，或者是男女交合所流出的不净啊，就是二十条河里呢，这个都有鬼啊在吃了哈、啊，吃你男中的精啊，或者是女中的夜市啊，不净的东西，这多河里呢就是实心鬼啊，就是先第三三比三，第三就如是，三比三就是一切众一切众等，三比就是一切。 啊，沙比沙就是众，合起来就如是一切众等。沙波金那呼兰，沙波一切金那呼兰就睡神众，南就是众，一切睡神众啊。一冠二零八句到二二一句，近段十生气鬼，近段就是不准呢、啊。啊，你带这个咒轮，你里面有楞严咒呗，它就禁断。 啊！是生气鬼、食胎鬼、食血鬼、食肉鬼、食子鬼、食水鬼、食粪鬼、食寿命鬼、食墨鬼，食墨鬼就是口水啦啊！那么食呕吐鬼、食不进鬼、食心鬼，如是众等一切睡神众等，皆悉禁断。禁断就是不准伤害他了。呃，佛下的命令啊，这些鬼就要遵守了。一六三三呢，以下。 比多耶舍嗔多耶密尽那耶密波尼跋舍那遮迦毗梨比多耶舍嗔多耶密尽那耶密差耶尼毗梨达啊，看中文啊，明咒断我今尽我今外道贼所作明咒断我今尽我今空行母所作。 就是，彼得耶是千多耶米彼得啊，就是明咒。那么是千多就是断耶米，就是我今呢、啊，合起来就是我今断诸明咒啊。今呢耶这个今呢就今耶米就我今呢、啊，合起来就是我今今。不尼不尼不善来这 加吉利丹把你剥下来，这叫啊，反过来外盗贼吉利丹所作，合起来就是外盗贼所作。和上面三句做一句，一切外盗贼所作的名作，我今尽断。差尼就空行母，又翻译成突吉尼或者是扎吉尼，列于密教胎藏曼陀罗外金刚部。 的南方阎摩天的左侧，具有三天鬼以及一眼卧鬼，据《大日经疏》卷十，托金尼是大黑天的眷属，为夜叉鬼之一，也就是飞行母夜叉，有自在的神通力，能够在六个月前得知人的死期，遂预先取食其心，而代之以他物。 直至此人何当命中的时候始告败坏。盖修持法者可得神通大成就。毗如遮那佛为除此众，故以降伏三世之法门，化作大黑天神而收摄之，令彼皆归命于佛。一冠二二二句到二二二七句，所以一切外道贼所做的明咒，我今禁之。 我今断之，一切突吉尼、空行母、飞行母、夜叉所做的明咒，我今禁之，我今断之。全论关于这个突吉尼、空行母，据《佛光大辞典》这么说，突吉尼后来成为印度左道啊密教左道，就是不正派的，叫做左派。我们常左派左派啊，就不正道，思想偏激，我们称为左派啊。这个叫做左道密教。 思想极端，行为极端，叫做左派，啊，那么这个人家讲旁门左道，就是不正道的意思。这个密宗啊，啊，这一切行派所宠信的神奇啊，该派则行五魔制一切行。这个五魔制为肉、鱼、酒、印、交合，也就是食肉、食鱼、饮酒、接印、杂交，以得至乐。其后，该教派传入西藏。 啊，信徒奉其神为自突厥尼，因此我们在这里要了解一下，西藏有吸收了一些印度教的，啊，像双修啊、双生法啊，这个都是吸取了一切派的，这个不是真正正统的佛教，啊，因此我们呢，就稍微分别一下就能清楚，记得只要叫你犯戒的、破戒的，通通不是正统的佛教，啊。 佛教没有因为双修双生而能够成大器的，所有的要成就无上菩提之道，通通必须持戒清净，没有任何的理由，就是唯一的理由，啊，就是要持戒，戒为无上菩提本嘛，应当一心持净戒嘛，啊，一六三五这中间啊，按所谓的啊某某以前，就是其所行的就是印度。 偏激的左派的一切行派完全一样，盖一切行派，尤其是某某一切是滥觞，哎、呃，是故连名字都一样。内证此此时是于痴贪着是会行污秽之行，把这个污秽之行、男女之行当作是佛的无上，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尤其在我们这个末法时期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而外道却以此为修行，乃至是某某一切中，声称可以依此证得佛道，而且说一证无上的佛道，舍此不能，所以称为某某一切，啊，当然这四个字错一错，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一切了。而此辈人，已经末法的时期，十分的昌盛，啊，尤其啊，诶，正统的佛教藏密的是有绝对是持戒清净的，那么这个。 有吸取到印度教的，不是正统的佛教了，这个问题就非常的严重啊！比如说四川呐、啊、云南省呐、啊，接近藏藏密的这个藏传的，迷迷糊糊的、出现糊化，分不清楚，会分不清楚的啊！及底下说许多一次探凿之人，趋之若鹜，这种情形，佛在本经四种清净明诲的时候，早就预言：我灭度后。 末法之中多此魔民，次圣世间广行堪言为善之事，令诸众生若爱见坑是菩提路，而且很明白的一再教赐警戒修行人，代言行禅必落魔道，就是你这个言言心呢、啊，不断是不可以的，是不能成就佛道的。代言，诸位有两个角度角度，就是除了身体不能去做。 还包括不能动念啊，带淫身、带淫的心去修修行，必落魔道。佛言：如修三昧，本初尘老，淫心不出尘不可出。众有多次禅定现前呢，如不断言，必落魔道。上品魔王、中品的魔民、下品的魔女，佛又既言：彼等诸魔，也有徒众，各个自谓成无上道。 如智未为佛啊，自己称自己是法王，自己称自己是无上师，自己是是什么金刚，或者自称是哪尊佛来化身的，是说自己一直说我是哪一尊菩萨来化身的，哪一尊佛来化身视线的，都是以些音外，又加上大妄语。诸位告诉别人自己是什么佛、什么菩萨的化身，只有。 唯一的目的就是、就是想得到利益，还有女色，啊，利益就是恨不得更多人来供养他。哦，那是什么佛佛来，嗯，来来示现什么菩萨来的，大家一窝蜂的跑去供养。你没证件呐、啊，对不对？那女众啊，因为非常的欣赏啊，然后就一天到晚呢、啊、追随着他，自己失去了这个贞贞洁啊，也也无所谓。 哎，他认为这个就是一种供养啊，反正就佛父有佛父佛母嘛，不妨当一下佛母嘛。那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严重，形影没办法克制，也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这个就会灭掉。真正的正法，正法是持戒叫做正法的，完全清净叫做正法的，啊，要弄清楚。 以下，佛又说：“是故阿难，若不断言修禅定者，如真杀石，一齐啊，真杀石一齐成饭，经百千劫，指名热杀，何以故呢？此非饭本的、啊、杀死成故。如营生求佛妙国，种得妙物，皆是营根根本成营，轮转三途，必不能出。这一段要好好的看清楚。哎、啊，如果不断言，指明热杀。 啊，没办法成佛啊！如果你的营生、营心都不能断，那么成佛那是遥遥无期的。也就是说，带着营生或者营心、营意来修禅禅定，即使让你修出一点点境界，还是一定要堕落三恶道。佛讲的那么明白，怎么邪佛的人都没有看到，或者是看到不想把它看清楚，或者是看清楚以后难以克制，也没没办法。 或者是虽然看到也不去信受，我宁愿信受外道邪慧邪慧之法，真是可怪。因为又可以快乐男女的快乐，又能成佛，何乐不为？这又这种恶之见、坏佛的之见，害惨的正法。有佛最后就说了：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不行说。所以啊，清四种清净名讳，不杀生，不偷盗，不行，不妄语，没得讨论。要想成佛。 啊，就是必须要坚持，所以不如此说，就是魔说魔王所说这一句啊，这句的经文再明白不过了。为什么狐狸子还会执迷不悟，于外道的思想呢？真叫人不解，也叫人痛心啊！真叫人痛心。又所谓的某某一切是其种名，其像好几个分支啊，与各派行之，而且各附以非常好听的，而且。 啊，很吓人的名称，然而其内容大同小异，最后都叫你要行淫，无非一以淫欲而成大乐金刚啊，以正佛道，真是一次颠倒。佛说这是可怜明哲啊。一六三七，咒语。e 多耶舍千多耶密尽的耶密莫诃巴坦。

摩诃波苏波叹耶，就大自在天。如得来，也是大自在天之名。拿那耶路，拿那拿罗延天为历史之上首一冠。二二八到二三世纪，大自在天所,天所做的名咒，我今尽断。拿罗延天所做的名咒，我今尽断。咒语。 比得耶色千得耶弥，金难耶弥，单得千卢差西七里旦。比得耶色千得耶弥，金难耶弥，摩诃迦那摩达卢千卢七里旦。比得耶色千得耶弥，金难耶弥，迦利迦波利迦七里旦。看中文，名咒段，我今尽，我今今次鸟王所作名咒。 断我今尽，我今大黑天母众所作明咒断我今尽，我今啊独罗外道啊所作，独罗外道是表示死亡了。就是单多切入叉西，就金翅鸟王为迦楼罗摩诃迦那摩达切罗摩诃迦那就大黑天呐。 摩他尼切罗就是母众为母啊，为众合起来就是大黑天的女众。迦波利迦就是孤罗啊，外道。那么一冠二三五句到二四三句呢，金翅鸟王所作名咒，我今尽断。大黑天女众所作名咒，我今尽断啊。那么骷髅啊，外道所作。 啊！明咒，我今尽断咒语。彼得耶舍，千德耶米，尽乃耶米，舍耶尽乃，摩陀尽乃，萨婆乃达，萨达那七离单。彼得耶舍，千德耶米，尽乃耶米，遮陀乃波提尼七离单。彼得耶舍，千德耶米，尽乃耶米，毗黎央七离子，南陀七三乃，千罗波提所悉耶七离单。好，看一下中文。 明咒断，我今尽，我今甚甚性作，骄慢作，一切毅力成就所作明咒断，我今尽，我今是姐妹所作明咒断，我今尽，我今斗战鬼，难题自在天、欢喜天及其眷属所作。 注释：色也即能，摩度即能。色也就是圣，就是圣性；即能就是做。何言，圣性所做。所以印度啊，外道把一一切、啊、天地外物或者是概念称为圣性，如神佛啦、啊、微尘啦、啊、时、时就时间方、方就是空间啦、啊、大梵天等等啊，这个通通叫做圣性。一个叫所见不同，而其所崇奉之圣性也不同。 以其所说的是，此圣性为一切万物之本源，啊，就像这个儒啊道之无极，能生一切法，所以圣性所做的，就像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就是阴阳，两仪就生四象，而万物生矣。这也可以说是跟啊我们中国的儒或者道的圣性所做差不多。魔度就是娇慢。 教曼者所作，例如印度的梵天，高高在上，自称他是一切众生万物之之父，所以是教曼者啊。其他如耶教的耶和华亦属于啊此类啊。像基督教的、天主教的，也都是拜上帝啊，或者圣母玛利亚啊。那么圣母玛利亚，那么玛利亚是看看看，黑一块很多的人都信，都请那个那那个是玛利亚哈玛利亚。哦玛利亚 哎，所以这名字变则功，玛丽啊说变则怪怪哈、哦，哎，像一像像像这个呃，英国的女皇也是很多人命啊。萨婆奈他萨达那七里丹萨婆奈 a 就是一切毅力呀、啊，二二奈他为意呀啊,啊，跟上面的音相连就列起了，萨达 a 成就了。 合起来是一切毅力成就者，就是印度有些外道及其苦修，已经到某一种高层次成就，因而自己为已的一切毅力，呃，或者是以得槃以的涅盘或已成一切智，其实为的这就是此处所说的外道自许之一切毅力成就者所作。这都难波吉尼，这都难就是四波吉呢，就是姐妹，合称为四姐妹女天。 范文两个字合成一个字，如果第一个字的尾声叫奶，那么这个奶字变融化啊，成为耳啊，就是这个念耳了，不是念 t 啊哈，而、啊啊、附加于第二个字的第一个字母身上啊。比利昂吉利兹就是斗战鬼，翻过来一六四二啊。南托吉萨来，千路波的南托吉萨来啊，就是欢喜自在天，全名叫做。 大圣欢喜自在天，又作欢喜天、蓝提自在天。大圣欢喜天，列作上天天尊，因为印度的湿婆神啊，你到印度去，或者让你到尼泊尔去，通通知道这尊神啊，名气可大了。哎，你到尼泊尔去啊，他们不认识释迦牟尼佛，但是一定一定认识湿婆神。 到尼泊尔去也是，哎，到印度去也是这样子的别称。佛教则称之为千如波得啊，或者是阿赖波得，为欢喜天的意思。此中之形象为相头人身，说事业就是其眷属，一冠二四四到二五五句。 一切外道圣性所作、骄慢者所作、外道一切毅力成就者所作的名咒，我今禁之，我今断之。四姐妹女天所作的名咒，我今禁之断之。战斗鬼所作、难题自在天、欢喜天及其眷属所作名咒，我今禁之断之。就是让他们没拿这个持楞严咒的人没办法的意思了。禁止断之，就佛下。 的命令啊，就是三界当中啊，佛是至尊无上的了，所以你只要佩戴坐轮呐、啊，前面所讲的这些事就不会碰到。